哎呀，你没法。好点过来。我是谁吗？谁个？我是老王。好点开。你啥？大米盆，你可以了。这是我开的鸭腿。你看那可以鸭点，你把逮到嘛？逮不到嘛？逮到教堂嘛？教堂，弄教。逮到教？他没见过。你看吃饲料来了，你看这个嘛？你看他吃饲料，你看你给他吃。吃不吃？哈哈。你吃不吃嘛？哎呀，滚开嘛！你不吃，花生还没生起来噻。哎，你去看嘞。我不要了。我等生起来，我就去放那个，放那个袋袋。哎，香辣鸭翅。干锅鸭掌、麻辣鸭头、绝味鸭脖，小鸭子很可爱，这个小翅膀飞，乱飞。今天上街去买了十只小鸭子，然后再过两个月就可以每天吃到新鲜的鸭蛋。我们这附近有条小河，等它长大一些就把它弄到河里面去，让它自己去找吃的。然后等它下午回来的时候再喂给它一些粮食，这就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鸭蛋、鸭肉。对，农村还是比较好，鸡鸭都是自己养，然后喂的也是自己种的粮食，也没有喂什么饲料，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纯天然无污染。然后这个豌豆也是纯天然无污染的，这个也是自己种的，昨天就包出来了，然后今天拿来做一个烂肉豌豆，现在开始来弄，把豌豆洗一下，倒进锅里煮了7分钟，放一点盐，来捞两根辣椒，再切一点葱姜蒜，锅里来一点油，下肉末，葱姜蒜泡椒，生抽酱油，来一点老抽，下豌豆，这是没放盐，我还没吃出来呢。搞完放。
这个豌豆真的炒烂之后真的太好吃，吃着很嫩很香，你把它咬一点拿来拌饭吃，哇吃真的很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难嚼，你要不停的嚼，不过还好这个是嫩豌豆，嚼着也不怎么费劲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